棍子，有的时候用棍子去赶它，有用棍子赶过，也没有用，它还是会飞来。你前面走的，你不赶了，它马上又飞来了。我看过泡面，然后米肠，然后还有水煎包，也是就撒在地上。源头的管理远远大于你后面，你觉得想要做一些什么防治的工作？新设地带探索周报。